学会彼此转向，学会放下，一同仰望你的施加，是你灌溉，是你建造，家中一砖一瓦，这是我归属的地方。我虽微小，的确伟大，有你在家就没有人还需要惧怕。是你的爱让家伟大，你荣耀发出光芒，唯有你是盼望。三庄的回忆就是其实蛮多的，
从我单身那边服侍，然后到结婚，到有小孩，然后到现在小孩已经很大了，其实好像就是陪着我的另一个家的感觉。可是我觉得比较多回忆是那种特会的时候，哦、就是青年特会，然后大家很热血往前，然后就哭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。然后就是很多青春的那种热血的回忆都在这里。在这里好几年也有参加过一个创举，就是十年前的复活节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办了一场歌舞音乐剧，我觉得那是我很有印象的一次。很开心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主题，是要在整个山庄翻修之前，我们要在这里待一场敬拜。然后我想跟山庄说，这一次翻修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升级，然后我相信山庄你可以更多带下神的祝福在台北这块地区，甚至是台湾。